们上一集呢就说到乾隆皇帝，这小伙子继位之后呢，在施政方面呢宽严相济，主要呢是想给这个大清帝国的子民吧，你看我自己上台就给你们留下这种宽仁之政这样的印象，目的呢也是想得到满朝官员，包括那些王公贵族啊，以及全社会老百姓对他的认同。但是呢，如果从乾隆皇帝实行所谓这个仁政，就认定他是一位柔仁的皇帝，绝对看走眼了。乾隆皇帝啊，绝对是一位铁腕君主，绝对是一位霸气十足的君王。即使呢，他对待他自己的亲兄弟，该狠也狠，该毒也毒。乾隆呢，不像他爹兄弟这么多，他继承皇位的时候呢，只有两个在世的弟弟。这兄弟三个人之间呢，感情一直还是比较不错吧。相对于雍正他和他那些兄弟的关系，那乾隆帝对这两个弟弟呢，就说还是比较单纯，就是基本上吧，就可以用一个好字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弟弟对他的地位基本上构不成什么威胁。我们以前也讲过，乾隆皇帝呢实际上是兄弟十个，也就是这个雍正生了十个儿子，其中六个呢都夭折了，活下来只有四个。而乾隆就在弘历他哥哥弘时呢，在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就因为犯了大的过错，但到底犯了什么过错呢？这个清史对此呢还等于成为一个秘闻了，后人只能揣测。当时那弘时呢就被雍正帝被他爹勒令自尽了，所以乾隆他自己当上皇帝的时候就俩弟弟，弘昼、弘瞻。弘昼呢和这个弘历，就这个乾隆帝他们同岁，他比乾隆帝呢只小几个月。可能听到这里有人就问了，一个妈生的孩子怎么才差几个月呢？那不得怀胎十月吗？当然了，这兄弟俩肯定不是一个妈生的。弘昼的生母呢是皇贵妃耿氏，这两个人呢，你想就差几个月，小的时候就同吃同住啊，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感情啊非常非常好。乾隆皇帝呢他自己都讲，弘昼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如且丹，恰恰如也。吾二人者相得无间，如是者垂二十年。这些文字呢不是乾隆当皇帝之后写的，你想他还自称为吾了，等于是他青年时代吧写那个作文里写的，就是写他和弟弟的关系。弘历呢当上皇帝之后对这弟弟也好得不行，而且呢他把他爹雍正皇帝先前那个雍亲王府所有财产都赐给这位弟弟，几乎每天都叫上这位兄弟和自己在一块儿赋诗饮酒。但是呢，乾隆帝对这个弟弟弘昼好，好是好，原则就有一个，钱随便花，但千万别想权，千万别在别人面前，王公大人面前啊，对我这个皇帝哥哥不尊重。所以呢，清史稿，你看这《弘昼列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乾隆帝藏监视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不。弘昼请上退食，上未许。弘昼拒曰：“上亦无买主世子耶？”明日，弘昼入谢，上曰：“使昨答一语，如祭坟矣。”什么意思呢？这就讲啊，有一次乾隆和他弟弟呢，弘昼一起在那正大光明殿啊，监考那八旗子弟考试。中午到了吃饭时间，弘昼他自己肚子饿啊，他就请哥哥啊，这皇帝乾隆说：“您先休息一下。”您先吃个饭，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吃。乾隆皇帝呢，当时就担心殿内啊这些八旗子弟打小抄，就没有答应弘昼，就让自己吃饭的请求。他也知道是弘昼自己想吃饭，依旧呢坐在殿里，他想晚点再走，等这帮人啊写的差不多再走。弘昼当时挺不高兴的，公然就对乾隆帝说：“陛下，您这是信不过我吗？难道就怕我被这些人买通了，给他们放水吗？”听弟弟如此说，乾隆皇帝呢当时呢脸色稍变，但也没多说什么，起身离座就去吃饭了。乾隆帝走之后啊，弘昼的随从和朝内那些礼部大臣赶紧提醒弘昼
说王爷您啊，可不能和皇帝陛下这样说话，就属于大不敬啊。听这些人这么一说，洪昼害怕了。转天一上朝，他赶紧向哥哥皇帝请罪。乾隆帝呢，当时微微一笑，软中带硬就说了这么一句：昨天朕如果接你的话茬，回答你一句话，你当时可能就粉身碎骨了。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当时一句话就把你弄死。洪昼呢，听皇帝哥哥如此说，吓得当时也是冷汗直流，才知道昨天啊这种不礼貌顶撞皇帝哥哥，你看人家呢对自己已经动了杀心了。由此可见呢，乾隆皇帝对弟弟好是好，也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宽纵。乾隆三年，就公元1738年，有一天早朝，当时呢身为和亲王的洪昼就在朝会之上，就因为一些小事呢，他竟然和这个乾隆皇帝的宠臣，当时那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和他呢两个人产生口角了。当时呢他骂骂咧咧不说，他竟然不顾啊那亲王的体面啊，挽起袖子挥胳膊把那纳亲啊打一五眼青。纳亲这个人不仅仅是朝廷重臣，他和乾隆和洪昼兄弟他们还是亲戚。讷亲他的祖父是谁呢？讷亲他的爷爷是康熙初期四大辅臣之一的鄂必龙。鄂必龙呢又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外孙，他俩闺女也就是讷亲两个亲姑姑先后就嫁给了康熙。讷亲的二姑呢那温熹贵妃更是为康熙呢生了这个康熙第十个儿子那个胤俄。也就是说呢，乾隆和洪昼的这个十叔胤俄和讷亲这两个是姑表兄弟。如果按辈分来说，讷亲还是乾隆和洪昼的长辈，既是皇亲国戚，又是乾隆帝心腹重臣。你看作为亲王，洪昼呢竟敢当着这个乾隆皇帝和满朝大臣的面把讷亲给打了。按理说啊，这种行为绝对属于大不敬失礼，加上那种无赖荒唐。谁料想呢，乾隆帝对弟弟洪昼这件事儿当时呢完全没有恼怒，甚至呢就像看笑话一样，还坐在宝座之上看自己的弟弟这个洪昼打他们的共同的表叔讷亲。当时呢当然他也表示一下啊，就不痛不痒呵斥了洪昼几句。事情发生之后呢，对这个弟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啊，也没有什么谕旨啊什么警戒的没有。那么这个洪昼为什么要当他皇帝哥哥的面打这个大臣呢？这个乾隆帝为什么对这事儿反而不生气呢？这件事儿就体现了洪昼这个王爷发自内心的精明。你看自己能当着晚朝文武的面打这个首席大臣，等于就是向大家宣示了自己这种荒唐王爷的形象。只有这样的王爷才能让皇帝哥哥放心。乾隆皇帝呢心知肚明，深知洪昼啊对自己屁股底下坐这把龙椅呢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他在袒护弟弟打人的行为。洪昼本人呢这个亲王，他小的时候就亲身经历过他父辈九子夺嫡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再加上呢他自己的三哥洪实也是死于九子夺嫡的那种后续的政治风波。因此呢，虽然这小伙子年纪轻轻，他就肯定知道啊，作为天家骨肉啊，一定要明哲保身。所以呢，他的许许多多的荒唐举动，反而呢就是他内心精明的体现。有一次，乾隆呢在宫中宴请洪昼，洪昼当时也借着酒劲儿，作诗一首，委婉呢就向哥哥乾隆帝表达了他一生的愿望。什么愿望呢？就是想当一个逍遥富贵的王爷，世事无常担金樽，杯杯台郎醉红尘，人生难得一知己，推奔换盏化古今。洪昼表现好，乾隆皇帝对这弟弟也特好。他不仅呢把他爹在当王爷时那雍和宫所有的财产都赐给这个洪昼，还把紧挨着雍和宫的当时的他们八叔胤祀的那八贝勒府，还有旁边胤堂他九叔的那九贝子府邸全部赐给洪昼，给我连成一块弄一大宅院。已经如此泼天富贵了，你看为了自保和自污，洪昼呢还假装特贪财，有事没事呢就找到皇帝哥哥哭穷要钱。乾隆皇帝呢对这些事情有求必应，钱好说，但凡呢自古以来贪财的人一般上在政治上都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对自己的皇位呢更不会有太大的威胁。所以说呢，乾隆帝但凡自己弟弟找自己要钱，马上就给，心里还特高兴。根据史书记载，弘昼这个人呢不仅贪财，他的所作所为吧也是越来越荒唐不羁。当时弘昼有个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在自己的王爷府啊给他自己举办丧礼。每当他酒足饭饱之余，弘昼就命令家里的仆人把那冥器啊、象鼎啊、仪盘啊那些祭祀的那些东西摆到自己的坐床之前，然后呢就让府中那些家人和一块喝酒吃饭那些宾客都对着摆在大案子上那面，他自己有神主牌位嘛，大伙儿一块祭奠哭拜，他自己呢就跟没事人一样笑模相样的坐在旁边欣赏了自己的葬礼，同时呢大吃大喝。弘昼他爱给他自己办丧礼啊，不仅仅是他在暗中，在府中就跟搞 party 那样自己暗中搞，而且呢他是明着搞。随着时日的推移呢，他给自己办这个丧事还越来越隆重，基本呢就这个事儿在京城那贵族圈子里就成为一件大家的趣闻，好多人参加过他的丧礼。你想大伙儿在那玩嘛，喝完酒吃完饭在那趴着假装哭。为此呢，这弘昼还总对别人说，人无百年不死者，惜会为。人呢哪有一百年都不死的呢，这事儿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哎，该办就办。可以这么讲，弘昼呢表现得越荒唐越不羁，实际上就越受乾隆皇帝的宠爱和信任。那么在乾隆35年，就公元1770年，弘昼呢就因病去世了，终年60岁。估计这老哥们儿，你想这一辈子吃喝玩乐，最后等于是喝酒过多吃肉过多，等于是把自己给富贵死了。乾隆皇帝听说这弟弟死了特别悲痛，亲自呢为他写祭文，而且在祭文当中还称这位皇帝秉性纯诚，端克谦恭，给他上个什么谥号呢？恭。按照清朝的制度，弘昼死了之后，因为他是亲王嘛，他的儿子永弼呢袭爵嘛，本来应该是降一级啊，降成郡王袭这个爵。乾隆皇帝呢为了表示对这个弟弟特别好这个意思，就允许永弼不用降级不用成郡王，就直接承袭了和亲王的爵位。所以呢弘昼活着的时候荒唐自污，但他自始至终呢能够最终以这个富贵逍遥王爷的身份呢善终于家。这样一看呢，这哥们儿也绝对算是一个人生赢家了。相对于弘昼他弟弟善始善终，乾隆皇帝另外一个弟弟弘瞻就没这么好命了。如果我们看这个《甄嬛传》就讲那美女甄嬛被贬出宫后在这个甘露寺，那不就带发修行吗？他就和雍正皇帝的17弟果郡王尹礼两个人相知相爱，不仅相爱，而且呢还怀上了一个尹礼的孩子。最后呢，那雍正帝残忍狠毒啊，甄嬛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情，当时为了保住腹中的胎儿，他还只能呢选择隐辱腹中，重新回到雍正皇帝身边。当然了，最终这位甄嬛呢也成为这个皇帝身边皇宫里面大赢家吧。雍正驾崩之后，乾隆帝继位，为了保住自己儿子在弘瞻，甄嬛呢就请求乾隆皇帝把弘瞻过继给尹礼做儿子，由此呢就是要保证乾隆帝呢不会对自己的儿子弘瞻下毒手，同时呢也保证他自己的心里最爱之人的尹礼死后呢还能名正言顺让他自己的亲儿子呢继承这个尹礼的爵位，让这弘瞻呢认祖归宗。但历史之上真正的弘瞻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狗血剧情，他就是雍正帝最小的儿子，是雍正帝呢和一名位分不高的那嫔妃所生，那个嫔妃呢是千嫔。弘瞻呢作为乾隆帝的弟弟，是雍正死啊前2年才出生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年龄啊比这个弘历小很多，小多少呢？小了整整23岁。所以说如果从他们岁数看简直就是父子，但实际上这俩人兄弟。对于这么幼小的一个弟弟呢，乾隆帝对这小孩儿一直特别关爱给了他好多钱。但这个弘瞻长大之后呢就是一副富贵公子这种脾气，特不懂事儿。慢慢的呢乾隆帝就不怎么喜欢他了。弘瞻5岁那年呢，乾隆帝呢就把他过继给了皇叔果亲王允礼。果亲王允礼呢等于是英年早逝，他死之后呢没儿子。所以呢弘瞻这一过继过去，好家伙，就意味着呢他可以继承他的皇叔允礼的一切爵位和财富。
等到洪山18岁的时候呢，就被乾隆皇帝委任，哎，那个时候对他还特好，负责他让他管理武英殿、什么御书处、造办处，包括要事处，这些职务啊，看上去好像可有可无，都搞后勤的，实际上啊，在清朝都是非常清贵的肥差。由此呢，这个洪山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皇宫大内大量的啊那些珍贵书画啊、宝物瓷器呀、啊、金玉器皿啊，但凡进贡的最好的东西，先过他手。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什么呢？贵为王爷，家趁人直，这个洪山呢，却是一个极其吝啬的财迷疯，积聚钱财啊，积聚了好多。哎，这别说，他自己呢，还让手下人开设煤窑，兜售药材。强占平民的产业，甚至呢收人财物之后，还派手下人去军机大臣什么阿里衮那些人那里就替这个人跑官，种种这种恃宠自傲啊这种不法的行为吧，乾隆帝知道了，就心里对他挺不满的。最惹起乾隆帝生气的呢，就是有一次洪瞻的生母那个千妃，但这阵他是太妃了，就过生日，乾隆皇帝呢当时就没有另赐他财物，洪瞻对此呢满怀愤恨，甚至当着乾隆帝的面啊，这个挖苦讽刺，那次皇帝你这么多钱啊，我亲妈过生日你还不表示一下。乾隆皇帝当时特生气，当着晚朝文武大臣的面就斥责他，你自己呀、啊、坐拥这么多啊财物，又是大宅子又是金银财宝，你自己对待你自己的母妃奉养甚薄，母妃她的生日你自己不仅不送财物，平时呢你还经常向你母妃索取财物，大失人子之道。于是呢在乾隆28年，就公元1763年，乾隆皇帝就对这位皇帝这个小弟弟来个总爆发，怒了。当时他就找借口说什么呢，说洪瞻和洪昼这两个人到皇太后宫中请安的时候啊，不顾礼法，竟然呢你们两个人啊大屁股一坐，坐在我平常跪坐的那个地方。由此呢乾隆帝就责备洪瞻犯什么罪过呢，一节健忘，罚银10000两，不仅罚银，马上还罢免了他所有的官职，从郡王降为贝勒，给他降级了。受到乾隆皇帝哥哥如此严重的处分，那这位洪瞻他怎么反应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干什么用的呢？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呢就在北京的宣武门外沿着这个护城河呢修建了一条一里长的展览铁路，这条铁路呢又叫德小铁路啊，是我们中国啊出现的最早的一条铁路。但没过多久，当时清廷啊就下令把它拆了，给出的理由呢就是说观者骇怪，就但凡看到这条铁路的人都感到又惊骇又奇怪。严格意义上来讲啊，这条铁路呢还不能算作实际意义上的铁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在1888年，清朝呢就建成了一条从中海到北海的第一条皇家专用铁路——紫光阁铁路，而且还专门为慈禧老太太呢打造出啊这个一列专用的蒸汽火车。当时坐这列火车，说句实话是用尽了心思，从外观到内部啊，这个每个细节吧都是富丽堂皇。在火车之上呢，还安装了电铃、电灯、电风扇、西洋沙发。这个所以说装饰非常华丽，非常精巧。造价多少呢？10000两。这列皇家列车的花费呢，是当时日本天皇他御用的那个车的4倍。而当时这列皇家专用火车呢，共有16节车厢，还全部漆成呢代表皇家的黄色，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金龙趴在那里。慈禧太后使过这个御用火车吗？使过，有2次。第一次呢是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他跑吗？他用过一次。第二次就是八国联军走了，慈禧太后呢回到北京，他为了请罪啊，他祭陵去了。他祭陵的时候就又用了一次这个火车。清朝被推翻之后，这阵已经没皇家了，所以说这个皇家这个列车也没用了。但现在还有没有残留的东西呢？有，当时这个皇家列车的车头啊，现在在辽宁阜新这个煤矿，在那里呢，等于当一个展览品。
们上一集呢就说到乾隆皇帝那小弟弟就弘瞻，他被革职之后呢闭门家居。估计啊这弘瞻啊，你想从小到大啊受到所有人的宠爱，包括他皇帝哥哥，忽然之间遭受这个打击，又发银子，你想这是个财迷疯，你发他一万两他受不了啊，再加上把这个郡王的这个爵位也给他降了，那以后的俸禄又少了，精神上受不了了，抑郁寡欢，竟然一下子啊就得了抑郁症，一病不起。得知这个弟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弘瞻就病危了，乾隆皇帝着急啊，马上到弘瞻的王府去看他。弘瞻呢见到他皇帝哥哥，呵，当时已经病重的都不能行礼了，爬不起来了，就只能趴在床上向他哥哥不停叩头谢罪，手足情深啊。乾隆皇帝当时也失声痛哭，拉着弘瞻的手就说，你看我就因为你啊年少年纪轻对你稍加处分，就是希望你能改一下脾气，谁料想你怎么会因此得了这么重的病呢？从弘瞻王府里一出来，乾隆皇帝马上下诏恢复弘瞻郡王的封爵，而且呢还补发先前扣除的那些俸禄。但没过几天，这位玉帝弘瞻呢他就病死了，死的时候呢才33岁。无论怎样吧，乾隆皇帝对他俩兄弟绝对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很少呢有那像他爹那样的忌刻和猜忌。当然了，说起对自己家人的好，乾隆皇帝对他自己亲妈那算是最好的。前面呢我们也讲过，康熙帝就曾经亲自验看过乾隆帝的生母，当时一看，哎，就说这大脸盘子有夫之人。康熙皇帝呢确实金口玉言，预言家，他说了这话的第二年，因为他儿子胤禛当皇帝了，就雍正帝嘛，哎，你看那钮钴禄氏他就成皇妃了。又过了几年，他是弘历的生母啊，人就从皇妃变成贵妃了。再过几年，钮钴禄氏他自己的儿子弘历当皇帝了，自然他就成太后了。而且呢就这个女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乾隆啊就给他上了尊号重庆皇太后。所以也就是熬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个钮钴禄氏就从胤禛府上啊这么一个通房大丫头，她就变成了大清国最尊贵的女人。这个人呢确实有福，钮钴禄氏的这儿子乾隆帝也绝对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孝子。本来这弘历啊从小和他母亲钮钴禄氏啊感情就非常好，登基之后呢，乾隆皇帝每天即使是日理万机也会经常抽出时间来陪自己亲妈陪自己老母亲聊天吃饭散步。而且呢但凡他每次出去巡游一定要带着老太太和他一起去到处玩耍。乾隆六年，皇太后呢50岁生日，当时就坐着大轿从那圆明园回到紫禁城。为了让亲妈老太太高兴，乾隆帝呢就组织了几千名60岁以上的老人都在道旁啊两边跪着趴着在那迎接。同时呢这些人嘴里啊全手里都举着鲜花，沿路高呼太后万年太后万年。好，当时把这位皇太后乐得嘴都合不上。组织这一次啊欢呼的活动，就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一天下来清政府啊光给这些跪街老人的赏钱多少钱呢？18700两白银。此外还有另外的赏赐7万匹绸缎。这些欢迎的老人家他不能白跪白喊啊，所以说你得给人家赏钱。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1两白银吧，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就这儿计算的话，所有这些白银和绸缎加一块放到今天咱们也是值个5-6千万人民币。我们想一想，给他皇太后亲妈组织一个欢迎队我就要花这么多钱，5-6千万，就可以推想这老太太真过生日，他的儿子乾隆皇帝那花费比这个多得多。花费呢还是小事儿，那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呢，凡遇万寿大典必躬自起舞以身爱敬。也就是说他亲妈老太后
每年过生日，乾隆呢都要亲自起身，以皇帝之尊，给这老太后亲妈呢跳上一段舞。至于跳的什么舞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估计啊，肯定是跟满族那种萨满跳大神那晃悠差不多。舞姿好不好看无所谓，要的就是皇帝儿子这份孝心。而且呢，乾隆皇帝这种跳舞的孝顺，也是有中国典故在里面的。什么典故呢？老莱子遇亲。老莱子这个人呢，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个隐士。当时呢，为了躲避世乱，他就在蒙山南麓隐居。这个人呢，特别孝顺父母，每天呢给他父母做饭做菜，供奉双亲。他自己到了七十了，也不言老，经常呢穿着五色彩衣，手里拿一拨浪鼓，像小孩子一般戏耍舞蹈，目的干嘛呢？就是想博父母开怀一笑。有一次呢，他为这个父母送水，进屋的时候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为了不让啊他自己老爹老妈担心，你想老莱子当时都七八十岁了，他就模仿小孩子一样，还在那儿哇哇哭了两声，起身呢还故作抹眼泪，那特委屈的样子。当时啊，逗得二老是开怀大笑，欢乐无比。当然了，乾隆对待他妈，对老太后孝顺归孝顺，但是非常遵守清朝那种后妃不能干政的祖训，严防太后的亲戚或者他身边那些人干预朝政。因此呢，就在他继位之后的第四天，他就发了一道谕旨。这道谕旨呢，名义上是发给宫内的太监和宫女的，但是呢，也是呢想给他亲妈看的。谕旨怎么写呢？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涉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之，其事如何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稍有违，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嗣后违者，定行正法。这话说是什么意思呢？乾隆皇帝就说了，告诉你们，朕作为孝子，肯定孝顺皇太后，宫中大事肯定由他做主，但凡是宫外的事儿，如果你们向皇太后传话让他知道，如果符合哎我亲爹大行皇帝他先前那意思的，朕肯定会遵行；如果不符合朝廷制度，即使太后自己所说，朕呢该不办也不能办，这结果肯定会惹得太后也不高兴，于事无益。所以今后但凡宫内有人敢于违反这一条的，朕必杀不饶。可以想见的，乾隆皇帝刚刚登基，就给宫内那些太后身边的人，无论是那些太监还是那些宫女，就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就让他们绝对不能以后假借太后的名义或者以太后的名义干预朝政。还有一次，乾隆帝呢到宫中给亲妈太后请安，老太后忽然就对儿子说，我听说顺天府东面有个庙特灵验，好多老百姓坐在那儿求男求女的，有求必应，但这个庙年久失修，听说都快塌了，皇帝你说你能不能让朝廷拨点钱子给修一下呢，孝在无为。皇帝呢一听亲妈老太后就这样说了，马上满面笑容，没问题，马上答应下来了。结果这一出太后的宫门，脸儿刷一下掉下来，马上就让太后身边的主管太监叫他过来，你给我过来，我就跟他说，皇太后身居宫中，他怎么会知道顺天府那儿有个庙呢？谁听说过啊？先前那康熙帝、康熙爷在的时候，他老人家的母亲让他什么修盖庙宇的事，有这事儿发生没有吧？朕至孝之人，宫内之事啊，肯定是没有不答应皇太后的。但怎么会以这种答应皇太后啊，在外面修庙这样的事儿，来显示朕的孝心呢？这事儿朕能够经常办吗？肯定是你们这些皇太后身边的人。无论是谁吧，老家有个庙需要花钱修，才把这个事儿呢告诉皇太后，然后让皇太后来求我。今后你们这些人谁再敢干这样的事儿，谁再敢把这样的小事麻烦皇太后，朕绝不轻饶。可见呢，但凡官设后妃干政这样的事情，涉及到了原则问题，乾隆帝呢即使对自己的亲妈老太后还是非常坚持原则的。所以说整个乾隆一朝，无论是太后还是皇后还是他那些妃子，宫内就没有发生过后妃干政这样的事情。说到了皇后，那么乾隆帝的皇后啊，那绝对是有大故事要讲。实际上呢，乾隆帝的后宫
也绝对不是我们看电视剧所想的那样，到处都是风花雪月啊，或者是充满了什么宫斗阴谋啊，跟那个还完全不一样。作为一个帝国的皇帝呢，乾隆帝的感情世界和他的政治生活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一旦说起乾隆帝的感情生活，似乎呢给我们后人的印象，乾隆皇帝嘛，风流天子。乾隆后宫当中呢，有名号的后妃一共40人，而他平生的皇后有几个呢？有3个，但最重要的，肯定就是他的结发妻子，也就是乾隆皇帝第一任皇后，孝贤皇后富察氏。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故宫内发现的那一幅这个西洋画师郎世宁画的一个油画大像，这幅画的女主人公就是富察皇后。在这画像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见到富察皇后长得皮肤白皙，五官端正，样子非常清秀。即使按照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呢，她也算得上绝对是一个高贵的大美人。而且呢，我仔细看过这个像，你看在画中那个富察皇后神态温婉，目光清澈，毫无那种皇后啊什么宫内第一人那种骄矜之气，一顶一的这种风度和修养。富察氏呢，这个家族又是满洲八大姓之一，富察氏的伯父马齐做过康熙朝的大学士。这富察呢，他16岁就嫁给当时17岁的弘历，当时担着乾隆还是没当皇帝了。即便如此，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弘历是雍正帝的必然的储君，因此呢，雍正皇帝给他儿子这个弘历选福晋，实际上就是给日后这个大清帝国显未来的这个皇后。因此呢，当时的要求，这女孩不仅要出身高贵，还必须要漂亮，更重要的是，这个女孩还要有母仪天下这种范儿。你别说，雍正皇帝呢眼光还挺准，他给儿子选那姑娘呢，绝对就是皇后的好苗子。前面呢我们也讲过，根据乾隆皇帝那八字，当时算命先生就说过，占得七星最贤最能。奇怪，历史事实果然如此。这富察氏呢就非常贤惠，非常聪明，非常具有人格魅力。按照古代社会那种标准吧，你作为妻子和儿媳妇，首先呢你要尽孝。那么日后呢，乾隆皇帝做了皇帝了，最难体现这位皇后贤惠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她对婆婆老太后这种孝顺。我们也都知道，乾隆亲妈老太后通房大丫头出身，劳动人民本色，大大咧咧的。她当了太后之后，还是那种每天大说大笑，大拍手那劲头。富察皇后呢，出身名门，从小呢就笑不露齿，那种规矩。按理讲呢，这俩俩性格反差太大，应该放到现在肯定是谁看谁都不顺眼，都不对付。谁料想，人家富察皇后从心底就把这婆婆当成自己亲妈，对老太后照顾绝对是无微不至，礼貌也非常周全。平时呢，皇太后在宫内吃饭，富察皇后都是亲自伺候，站在旁边夹菜端饭，样样不落。每逢皇太后老婆嘛，头痛脑热，这个缺不了，富察皇后衣不解带，成宿成宿就待在这皇太后床前，端尿喂水，端屎端尿，极尽孝顺之能事。我们想一想，你富察这个皇后，人大家闺秀出身啊，从小被别人伺候惯了，现在呢，她伺候起这皇太后来，竟然比那些宫女儿都能吃苦耐劳，不厌其烦。所以呢，也使得她婆婆钮钴禄氏老太后特感动，非常满意这儿媳妇儿，一时一刻呢离不开她。除了对这个婆婆孝顺之外呢，这富察皇后还有哪一点让这个乾隆帝对她特别着迷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清朝电报的雷人雷氏，晚清时期由于这个西方轰开了满清的国门，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确确实实带来了一些科技的东西。当时满清的那些官员包括一些出过国那些官员呢，都觉得电报这个东西非常快捷，所以呢，发展中国电报业这种呼声从1865年开始呢就越来越高涨。谁知关键时刻，不少死硬的守旧派们纷纷出来反对，其中呢，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就是当时清朝的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完颜崇厚呢，他是镶黄旗出身，这个人呢性格特别倔强，听说中国要搞电报，完颜崇厚当时就说了一句，电报根本无益于我们大清发展。接下来他就解释，你搞电报你得插电线杆吧，电线杆子戳到这个地下，那等于就坏了我们大清皇朝的风水，而且
个电报这个大杆子又这么深，最后呢肯定把大清这个地气都吸走了。恰恰是因为这个完颜崇厚这句雷人之语，清王朝的电报业竟然就被推后了数十年。这还没完，这个完颜崇厚呢后来还代表清政府啊和那个沙俄谈判，当时他一笔签字啊就把义犁割让给沙俄了。由此可见，完颜崇厚这个人呢不仅是言语雷人，他行为也雷人。崇厚呢签订了这个屈辱的条约回国了，当时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清朝政府呢迫于压力最终也没敢承认这个条约，而且呢还赶紧把这个崇厚给革职拿问了。上一集呢也讲到，乾隆皇帝的皇后富察氏出身名门，但这样的啊一个大家闺秀出身的啊这样的一个女人呢从来不骄饰，她呢当了13年乾隆皇帝的皇后，每天啊都是素面朝天，从来不喜欢什么金银珠宝啊首饰那些东西不喜欢，穿衣戴帽呢非常简单。有一年这乾隆皇帝就带着富察氏在这个避暑山庄打猎，就聊到清朝他们满族的祖先当年在关外创业那种艰难，说在当时啊即使那些王子贝勒能在袖子边上用那鹿尾巴上的毛缝个边，这就算特好的装饰了，哪像今天你看咱们大清这些贵族子弟只知道穿金戴银铺张浪费。乾隆皇帝呢等于是无意当中跟自己的这个皇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哎，听者有心。富察氏呢马上记在心里，回到北京之后马上他就叫人找来一块鹿尾的绒毛，亲手缝制了一个这个鹿尾这个绒毛啊做边缘的这样一个小荷包，绣着花送给乾隆皇帝。你看这样的皇后就是解语花啊，乾隆皇帝为此就非常高兴，他这一辈子到老这个皇后给他绣的这个小荷包一直佩戴在身边。同时呢富察皇后还非常识大体，乾隆皇帝每天繁忙于政务的时候呢他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凡乾隆皇帝呢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富察氏也很快就能够察觉到他情绪的变化，就让乾隆帝呢这个情绪得到缓解。他劝他，而且呢富察氏又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小脚的汉族妇女，每当乾隆工作累了想放松的时候，你看人家还能陪着乾隆帝在围场之上纵马驰骋，他还会骑马。富察氏呢不仅善于还理解乾隆的精神世界，在生活上他还特别能照顾他老公。清史稿中呢当时就记载，有一次乾隆皇帝身上长了一个疖子，御医一看还挺严重的，说在100天之内啊陛下你要天天换药。富察氏呢就怕换药的宫女手重，就自己啊亲自把被褥搬到乾隆寝宫的侧室。听到梅老师说到这里可能有人问了，怎么皇帝皇后还不住一块儿啊？皇帝皇后不是普通的民间夫妇，皇帝晚上住在自己的宫里，皇后也是住在自己的宫里的。由此呢富察氏就是每天能够亲手给这个乾隆皇帝换药。你看就这样身为皇后尊为皇后一直坚持了3个多月，每天如此，一直到乾隆皇帝这个疖子完全好了他才回到自己的皇后宫。如果熟读历史就会知道乾隆皇帝这个人是非常挑剔，但他在他这个皇后富察皇后身上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即使他3宫6院妃子不少，但这些人呢任谁也不能取代呢富察皇后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早在雍正八年，弘历那阵还是王爷的时候，也就是结婚三年之后呢，富察氏当时就给乾隆生下第一个儿子。雍正皇帝得知消息之后也特高兴，亲自给这个嫡长孙起名叫永琏。琏呢是宗庙当中一种高贵的御制的贡器，看这名字啊，就知道雍正帝就希望这个小孩将来有机会继承大清的大统。小孩呢，哎，生下来特聪明，因此呢，乾隆他自己继位当了皇帝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举行了秘密立储的仪式，把当时年仅六岁的永琏，啊，就立为呢将来的大清的接班人。毕竟呢，这孩子是正妻嫡后，富察氏生的，哎，越看越喜欢。富察皇后呢，你想儿子成为大清帝国的太子，当然也非常高兴。所以呢，当时乾隆帝和皇后绝对是伉俪情深，他们俩之间的感情，绝对是到达了一个幸福的顶峰。乾隆三年九月，乾隆皇帝和富察皇后所生这个嫡子永琏忽然生病了，没过几天，当时这孩子已经九岁了，忽然就病死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死对乾隆富察夫妇啊，当时他们的打击有多大。孩子死之后呢，富察皇后马上大病一场，几天之内瘦的是形销骨立。乾隆皇帝也非常担心啊，天天跑过来探视皇后。而后呢，乾隆皇帝跟这个皇后同寝的次数呢，比以前也增加了不少。当时呢，这乾隆皇帝心里也很清楚，只要让这皇后再怀上一个儿子，才是对她最好的安慰。毕竟呢，大病一场，富察皇后的身体啊，从那之后一直就病病歪歪的，一连七年也没有啊再怀上孕。天可怜见，好不容易到了乾隆十一年，时来运转了，富察皇后终于又一次生下一个孩子。乾隆皇帝呢，马上给这个嫡子起名为永琮。琮这个字儿，你想也是那种特别高贵的玉器。显然，乾隆皇帝还是把这个孩子也当成太子来看的。到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乾隆帝和别的妃子已经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了，但这个永琮是皇后所生的嫡子，当然对这孩子喜爱程度是最高，看哪儿哪儿都顺眼。富察皇后作为母亲，当然更高兴了。时时刻刻就把全部身心都投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当时呢，乾隆皇帝每天下朝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到皇后宫，和这个富察皇后一起，夫妇俩人抱着孩子逗他玩。非常可惜，乾隆十二年大年三十那天，哎，乾隆皇帝夫妇这个嫡子时年才两岁，竟然呢是因为出天花又夭折了。这年富察皇后已经三十六岁了，已经过了一个女人最佳的生育年龄了。我们要知道，在清代，你现在三十六岁没问题，四十六岁都能生。但在清朝那个时代，这样的年龄对于一个女人来讲，那绝对是高龄产妇了，以后再生孩子就太难了。富察皇后呢，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她第二个孩子去世之后，一直就郁郁寡欢，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实际上她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永琮这小孩去世之后两个多月，当时呢，那个乾隆皇帝按照事先那种预定，他要举行他人生第一次东巡，到哪儿呢？到山东去拜祭至圣先师孔子。这个行程啊，不是说当时定的，是头一年的六月就定下来的。对皇帝来讲呢，金口玉言啊，不可能随便改变刑期和行程。不过呢，这个时候乾隆皇帝也知道自己的爱妻富察皇后刚刚丧失爱子，心情肯定特别不好，因此呢，他就决定带着富察皇后一起出行。临出发前一个月呢，哎，宫内的钦天监这个官员向皇帝汇报了，克星建离宫，战属中宫有省。省是什么意思？这字儿还挺复杂。灾祸，钦天监呢是清廷朝廷啊负责观察天象的机构，这个部门呢就负责选定皇帝出行日期。克星呢是不常见的行星。什么叫离宫啊？离宫呢就是天上名为离宫的六颗星。钦天监官员报上来这个报告，意思是什么呢？根据天象，有一颗不常见的星星呢出现在天上六星之中，这预示什么呢？预示中宫皇后啊将有大的灾难来临。也就是说呢，好心好意提醒乾隆皇帝注意，意思是啊，最好这次您别带这个富察皇后一起出行。乾隆皇帝接到钦天监这个汇报之后呢，开始挺担心，转念一想，皇后新丧爱子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大难了，
就应了这个星象了。因此呢，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皇帝呢还是带着富察皇后和自己一起往山东赶去。当时呢早春二月，春风和畅，不仅富察皇后跟着自己出行，那钮钴禄氏、皇太氏也一块走。因此呢，乾隆皇帝这一大家子吧，等于就是说集体出门旅游，一路上还挺开心的。富察皇后呢，你想她特顾别人的感受，强忍内心丧子的悲痛，她就怕皇太后和皇帝担心自己情绪啊，就是一直装作没事人一样，满面笑容，就在一路上吧，陪着她皇帝老公还有婆婆有说有笑，而且呢，她还和乾隆皇帝时常一起扶着老太后到哪儿去玩吗？而且登那泰山山顶，跟她皇帝一块扶着这老太太去上，结果累着了。从泰山山顶下来之后，到了济南，富察皇后就病了。一开始的症状似乎就是感冒，高烧不退，御医呢就下药，连续治了好多天都没好。这个时候呢，原来规定好的皇帝返程日期就到了。乾隆皇帝呢看到富察皇后病成这样，就想呢自己把这刑期和行程改变，就一直待在济南，先陪着皇后治病，等她完全好了，痊愈了，咱们再一块儿再回北京。富察皇后这个人呢，就是深明大义。他马上就和乾隆皇帝说，你看我现在一个人生病，陛下您怎么能和这个满朝大臣包括皇太后一起就在济南这里陪着我，耽误您的行程呢？而且咱们这么多人，你在山东多待一天，就给山东省当地的衙门还有老百姓呢多增加一天的负担，同时呢也是耽误国家的正事儿。我现在身体还挠得住，你也别耽误了，马上回北京，咱们一起回，到时呢到了宫内我再接着治，那不更好吗？乾隆皇帝一听呢，富察皇后说的有理啊，于是乾隆帝夫妇就从济南启程，三月十一号这天呢就走到德州了。到德州呢，大伙儿去过就知道那里有运河了，运河呢就是我们古代的高速公路，所以说呢他们从这里就不坐轿了啊，不乘马车了，登上大船了，就沿着运河呢就可以回北京。坐到大船之上，乾隆皇帝更放心了。为什么？这水路特平稳，一点都不颠簸，非常利于那富察皇后养病。谁料想，走了没多久，有患者就急急匆匆地跑到乾隆帝的他的船舱，说皇后感觉非常不好，陛下您赶紧过去看看吧。乾隆帝一听大惊失措，不敢耽误，马上就来到皇后的船上。当时那富察皇后是面容苍白如纸，牙关紧闭，已经昏厥过去了。富察皇后就这一闭眼就再没睁开过。当天晚上呢，富察皇后就去世了，等于她是死在了从山东回北京这个船上。富察皇后的去世对于乾隆本人来讲，包括乾隆朝的政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呢，对于乾隆帝本人当然就构成了他感情世界的这种重大打击。富察皇后的去世当时对乾隆皇帝打击就大得不得了，好长时间内就使他一直陷入无穷的悲痛之中。特别是富察皇后去世头半年，乾隆皇帝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刚一睡就惊醒。慢慢的呢，由于思念加悲痛，乾隆皇帝的精神状态都有点不正常。他不仅在那些天之内记性非常差，什么事都记不住，心情也非常恶劣。每天呢都会对那官员、宫女儿还那太监莫名其妙发火咆哮。富察皇后去世呢，乾隆还做了很多诗，以此呢来缓解他自己这种悲伤的情绪。我们先前也讲过，乾隆皇帝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数量最多的诗人，一生写了多少首呢？四万多首。当然了，其中99%的诗，特别是对他所谓的我大清那种歌功颂德的，包括他到哪儿去游玩的那些诗都是他自己瞎诌的。很多的呢还都是那大臣沈德潜那些人当枪手替他代写的，艺术质量方面特低。但是就在乾隆帝这四万多首诗当中，还真有100多首写得非常真挚感人，绝对呢是为情而造文，情真意切。这100多首诗就是乾隆皇帝呢悼念富察皇后这样写的，所以说才这么好。那么乾隆皇帝写这些诗内容大概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晚清外交大笑话之一，清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确实是被洋人给打怕了，而清朝那些官员呢对国际大事对世界大事几乎是枉然无知。
清朝的吏部尚书那个叫徐桐的，就是这种啊特别糊里糊涂的人。他当时就认为，这世界上呢确实有许多国家，什么俄罗斯啊、英吉利啊、法兰西啊、日本啊，这些国家应该是真的，其他那些所谓的国家都是一些坏人胡编乱造出来的，吓唬朝廷的，吓唬太后的。根据记载，在光绪年间呢，日斯巴尼亚还派使者前来中国。日斯巴尼亚就是西班牙。当时身为外务会办大臣的王文绍呢，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大怒，当着众大臣的面就破口大骂：“什么日斯巴尼亚？不就是日本改了个名字，又来讹钱了吗？”旁边有官员啊，就善意的小声提醒他：“日斯巴尼亚是欧洲的国家啊，不是亚洲的日本。”王文绍厉声反驳：“你怎么知道这个日斯巴尼亚就不是日本人，换了个国名过来企图蒙混我国呢？再说了，西班牙如果又能成为日斯巴尼亚，那就是一国两名了。既然这个西班牙可以一国两名，日本为什么不能一国两名呢？”说就说了，这个王文绍呢他越想越气，他呢就决定亲自前往日本公使馆前去抗议，所以把日本和西班牙搞混，这也是晚清外交的一个大笑话。在晚清政府时期啊，确实一直把西班牙译为日斯巴尼亚，直到徐继瑜写了一本这个《迎环志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把这个西班牙的国名啊翻译成西班牙。上一集呢就说到富察皇后呢去世了，乾隆皇帝是悲不自胜，写了不少诗歌呢怀念和纪念他这位贤惠的皇后。这些诗歌呢情真意切，发自内心，内容特别真挚感人。我们看下面这一首啊：“其来不告去无辞，两字平安报我知。只有叮咛思圣母，更叫故父系珠儿。醒看泪雨犹沾枕，静觉悲风乍拂帷。”这首诗写的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也不用太多解释，估计大伙儿呢也能看出来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这富察皇后虽然去世了，依旧呢在乾隆皇帝还梦中显灵，惦念呢乾隆皇帝的母亲那老太后，还有乾隆帝那些孩子们。由此呢梦醒之后，乾隆帝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富察皇后啊，她生前她那个皇后寝宫叫长春宫，乾隆皇帝就下令，就让那些什么患者啊，那些宫女，一定要这个长春宫内所有的陈设呢，都必须保持原状，任何东西都不许动。每年呢，到了这个富察皇后的忌辰，乾隆皇帝亲自都要到长春宫进行凭吊，而且他每次来，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大半天，这种追悼啊。说句实话，乾隆皇帝在富察皇后去世一直延续了40多年，他每到这个忌日他都来。到了乾隆60年，他退位当太上皇之后，他才没有再去。乾隆19年呢，乾隆皇帝他回沈阳老家祭祖，期间呢乾隆皇帝一行就是这个路过那科尔沁草原，因为他回沈阳老家正好路过科尔沁，乾隆皇帝呢就专门顺路探望了一下他的女儿，就先前嫁到这里的固伦和靖公主。这个公主呢也是富察皇后所生的唯一活下来的一个女儿，后来呢这女儿长大成人就嫁给蒙古王爷了。见到这个闺女情不自禁，乾隆皇帝又泪眼迷离了，马上想起了她的生母。当时呢他就写下这样的诗句：“同来试验承欢处，为忆前嫌转离心。”就说呢本来见到这闺女和自己宴饮，妇女在一块儿挺开心的，忽然之间看到她的面庞就想起她的母亲了，一下子呢乾隆皇帝就悲从中来不能自抑，鼻酸泪下。到了乾隆55年呢，当时已经是80岁的乾隆皇帝吧，
又一次来到了富察皇后的陵墓前，亲自拜祭，这个已经去世多年的妻子吧。而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诗，确实是写的也挺好：“三秋别忽耳，一响电酸然。夏日冬之夜，远期只捻年。”这首诗呢，这个意思还有点深奥。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看朕已经三年没到陵前给你上坟了，今天来到这儿呢，忍不住要哭了。现在呢，我都80岁了，按照人生百年的算法，再过20年，我们呢就应该能够在地下相见了。结果呢，9年之后，也就是富察皇后去世51年之后，89岁的乾隆皇帝终于病逝了，终于呢就完成了他和富察皇后地下相聚的这种愿望。由此可见啊，清朝的乾隆皇帝啊，绝对不是我们在电视剧上所见的一大猪蹄子。他和他的结发妻子富察皇后之间的感情啊，非常真挚，他们之间的爱情呢，也是非常深刻的。正由于乾隆帝和富察皇后这两个人感情太好了，以至于呢，后来他和他的第二任皇后啊，他们俩之间的感情啊，就长期不和。富察皇后去世之后呢，大清帝国的中宫这皇后位不能久虚啊，后宫肯定还要出一位新皇后。当时就在母亲老太后这钮钴禄氏多次催促之下，乾隆15年，这个皇帝呢就把妃子乌拉那拉氏立为皇后。这个乌拉那拉氏呢，她是弘历啊做皇子的时候的侧福晋，因此这个女人呢在宫内啊，她资历还是非常深的。如果你论资排辈按顺序，按照他们家的出身的地位，所以说呢，乾隆皇帝就选择了她啊做这个新皇后。可以想见吧，这位乌拉那拉氏和那个富察皇后一样，肯定是出身名门了，容貌也非常秀美。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即使呢亲自下谕旨把这位乌拉那拉氏立为皇后了，在乾隆帝内心之中啊，还不是说多么真心的喜欢她。尤其是拿她和那个富察皇后相比，乾隆帝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乌拉那拉氏呢，当然他也会感觉到皇帝呢对自己的冷落啊。虽然说自己现在成为皇后了，但是皇帝对自己还是耐大不灵的。因此呢，这位皇后呢心情就一直很抑郁，经常找到被人的角落呢，一个人暗自悲泣。乾隆16年3月，富察皇后3周年忌日啊，乾隆皇帝呢就写了一首诗，纪念富察皇后。同时，这首诗当中也透露出他自己呢为什么不喜欢这个新皇后的真正原因：“独但歌来三季周，心怀岁月信如流。岂必新弦终不及，终书旧剑酒相投。”这首诗呢，表面上看还挺简单的，什么又是弦又是剑的，实际上它包含着汉朝时期那汉宣帝啊，他挚爱他自己原配皇后的那样的典故。我们先前那几季讲汉朝的时候，专门还讲过啊，这个汉宣帝和他的原配皇后那种啊真挚的爱情。这诗最重要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乾隆皇帝在诗中就表明，朕和这个富察皇后那感情年深日久，其他人啊确实难以取代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正是由于这个富察皇后啊，她在乾隆帝啊他这个心目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所以他对自己的新皇后乌拉那拉氏啊就一直是不冷不热啊，基本上是以这个冷为主。乌拉那拉氏呢也没有办法，只能忍耐忍耐再忍耐，一直忍耐到不能忍耐。乾隆30年，乾隆他第4次南巡嘛，啊，在这一路之上呢，长期备受冷落，这个乌拉那拉氏严重的就得了抑郁症。你想他这个心情长期压抑确实不行，而且呢，他在船上就和这乾隆帝啊发生一次激烈的口角。本来呢，乾隆帝这次南巡初期呢，一切呢都还挺正常。旅途之中啊，就是乾隆31年的2月初10日，也就公元1765年的3月1号这一天呢，皇帝还为这位皇后呢庆祝生日。当天这乾隆帝还下令赏赐护从的王公大臣啊，包括江南大小官员吧，这些宫中的一些食物啊，什么一些绸料什么都赏赐这些人了。而且当时他还下令赏赐所有江浙2省派出办差的，就护送自己那些兵丁，给他们2个月的钱粮，以此呢来展示啊，这今天是皇后生日嘛，咱们得祝贺。这个呢也是皇后给你们的恩赖。根据宫中啊当时那个善党记载，皇后在她自己生日当天呢和转天早膳的时候呢，她呢都给那皇帝进菜。到了2月11号这一天呢，皇帝皇后
包括那些后妃等人还都一起包饺子，然后把那些饺子煮好了，哎，进献给这个太后钮钴禄氏。到了闰二月十七号早膳的时候呢，乾隆还赐这个皇后呢一份什么呢？熏炸板筋。所以说你看这炸板筋啊，咱们现在你看东北菜啊，包括烧烤都吃，像那个时候清朝的时候也有这种板筋。晚膳的时候呢，他又赐给窝拉那拉氏皇后呢喘盘肉啊，这样的一份这个应该是挺好吃的肉吧。闰二月十八号一行人呢就到杭州了，当时在这风景秀丽的礁石鸣琴啊，这个风景点进早膳的时候呢，乾隆皇帝还赏赐给皇后好多的膳品，似乎呢两个人关系还行。但就到了当天晚上进晚膳的时候，咱们看清宫档案，这皇后啊就没有再露面了。当时陪乾隆皇帝进晚膳的呢只有那令贵妃魏佳氏、庆妃陆氏，还有那荣嫔，还有卓氏，就这四个女人。也就是在当天晚上，患有严重抑郁的乌拉那拉氏呢躁狂症发了，当众呢她就把自己的哎一大撮头发啊头剪了，把自己剪成败秃，同时呢对外宣称她要出家当尼姑。乾隆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勃然大怒，马上决定就把她皇后打入冷宫。当天呢，乾隆帝就派那额驸福隆安按照指定路线由水路把这乌拉那拉氏啊遣送啊，把她遣送回北京。而且呢他还指示日行两站，抓紧回京，别给我歇着。同时呢，乾隆帝在宫内那些阿哥请安折中告诉这个首领太监，当时那潘凤还有他手下那些太监，就说什么呢，皇后疯了，还指示呢这皇后乌拉那拉氏回到北京之后别让她再露面了，他必须把她关在哪儿呢，翊坤宫的后殿，就让她养病，不允许她再见任何一个人。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就公元1766年七月十三号这一天呢，乌拉那拉氏他的家族又被拨回到镶蓝旗，等于给降级了。到了七月呢，乌拉那拉氏身边就只剩两名宫女了。我们要知道，按照清宫的制度，只有当时宫内最低为身份的那个答应，他才有两名宫女。而到了七月十四号未时，你看乌拉那拉氏他就病逝了。十五号呢，当时正在承德啊进行木兰秋显的乾隆皇帝，知道这个事儿嘛，又发了一道上谕。据流经办事王大臣奏，皇后已本月十四日未时薨逝。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春，朕供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恰庆之时，皇后幸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彼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礼，涕泪风靡，因令先程回京，再宫调摄。京津一载余，病势加剧，具而掩饰。此时皇后福分浅薄，不能养成圣母慈眷，常受朕恩礼所致，若论其行事乖为，即予废黜亦理所当然，朕应存其名号以为格外优容，但侍中典礼不便复寻孝贤皇后大事办理，所有丧仪只可照皇贵妃例行，交内务府大臣承办，着此宣谕中外知之。当然了，乌拉那拉氏呢最让乾隆帝感到震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当时自我结发的一种举动。对于清朝人来讲啊，只有什么皇帝啊太后驾崩，后宫嫔妃哎才能剪下自己一缕发辫，以此随葬来表示哀痛。乌拉那拉氏现在当了这么多人的面，他自己把头发剪了一大堆啊，剪得半秃，等于是啊就诅咒乾隆皇帝和皇太后，因此呢他就犯了满族人的大忌。乌拉那拉氏皇后去世之后呢，乾隆皇帝也就再没有立过皇后。当然了，有细心的观众可能就会问，哎，梅老师，你先前不是说乾隆皇帝有三位皇后吗？第三位是谁啊？实际上乾隆皇帝最后一位皇后啊，是他儿子嘉庆帝的生母。那个女人呢，她是死后被追封的。所以说乾隆皇帝真正的皇后实际上就有两位。一位呢，就是他永世难忘的富察皇后。另一位呢，就是这位倒霉的乌拉那拉皇后。乾隆皇帝还特别指示，这个乌拉那拉氏皇后她的丧礼的礼仪不能和那个孝贤皇后相比。孝贤皇后呢，就是等于是富察皇后她的谥号。恰恰是富察皇后去世之后呢，乾隆皇帝就真正变成大猪蹄子了，日日纵淫，私生活呢越来越放纵。富察皇后在世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实际上很约束自己，他毕竟非常喜欢这位皇后。就是在这位皇后去世之后，
乾隆皇帝就感觉特别空虚，后来呢就娶了好多妃子。乾隆皇帝后宫当中啊，有名号的妃子多达40个，在清朝呢只有他爷爷康熙帝比他多，因为康熙皇帝后宫当中有名号的妃子共有67个。乾隆皇帝的宫中啊，虽然妃子众多，但他肯定啊不可能再找到像富察皇后啊那样的欢颜知己。而且呢，富察皇后去世之后，乾隆皇帝就养成了独宿的习惯，他再不允许任何妃子还陪伴他度过这个漫漫长夜了啊。经常是这个妃子这个些美女吧临幸完之后他就把这些人打发走了。可以想见呢，富察皇后去世之后，乾隆皇帝他对女人啊只剩了性，就完全没有情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富察皇后的去世不仅给乾隆皇帝的个人感情生活带来冲击，也给乾隆一整朝的政治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富察皇后呢去世之后几个月，清朝啊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一直到基层的臣僚，竟然有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富察皇后的身后事啊，她的丧仪这个事儿呢，被罢官了，被流放了，甚至被杀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知道，富察皇后去世之后啊，乾隆皇帝特别伤心，他当时心中所想啊，就是要给他最高规格操办一个无比盛大的葬礼。因此呢，乾隆皇帝他对大臣们的要求特严格，只是这些人必须每个环节一定要精益求精，每个步骤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错漏。但是呢，乾隆皇帝手下那些大臣并不真正了解乾隆皇帝心中的悲痛和心思，在这些人心目当中呢，他们就觉得富察皇后的葬礼啊肯定是大事儿，但再大的事儿也不过就是走走过场的大事儿，反正呢按部就班。大清礼制有规定啊，先前皇后的葬礼怎么办，富察皇后的葬礼啊咱就照着办那就行了。而且这些大臣们，你想那些中老年男人一般来讲这个升官发财死老不就是喜事儿啊，他就觉得皇帝也这样想。结果呢，正是这些大臣们这种心态最终啊使得乾隆皇帝是勃然大怒。他为什么大怒呢？细节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清末的银行金融诈骗，曹汝霖这个人挺有名吧，他也是民国初年的这个官员了，他写过一本《一生之回忆》。在这本书当中他就有这样的记载，晚清末年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当时那些大清的高官每天都吓得瑟瑟发抖，生怕哪天大清亡了，自己的这个前途泡汤了，没钱可挣了。于是呢，英国当时那汇丰银行北京分行一些人趁机揽生意，就对这些官员说，你们把钱存在汇丰银行是最安全的。京城的那些官员特别是高官一听眼前一亮啊，觉得把钱存在的外国银行，尤其是英国银行肯定保险。那么当时汇丰银行这些职员是出于善良之心吗？还真不是，他们是趁火打劫。这些人一看清朝这个官员有兴趣啊，想把钱存在自己这里，接下来就说了，大人们啊，您把钱存到我们汇丰银行啊绝对没问题，但现在呢我们这银行已经没利息了，而且存钱不仅没利息，你们还要交保费，如此苛刻的条件。这些贪官们一想啊，那我就认了吧，最起码我这钱不能丢啊。而汇丰银行那些职员们，当然绝大多数都是这个中国籍的职员啊，看到这些贪官们把这么多钱都存进来了，当时也是兴奋的两眼放光。而这些存钱的这个贪官们呢又完全不懂银行的手续，所以每次这些人自己来或者派他们亲戚往汇丰银行存钱办业务，职员们呢就收起他们高额的保费，然后呢又给他们出具那个存单啊，这个存单就是假存单。贪官污吏们啊拿这个存单感觉就跟拿了银票一样，高高兴兴都走了。等到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少贪官在这就急了，赶紧到汇丰银行啊取钱去查账。这时候才发现他们先前存那个钱完全就没了，全部泡汤了，等于都是被先前那些职员啊把钱自己给卷走了。由此可见呢，大清亡国之际啊，那些先前赚了不正当钱财的一些官员们遇到了比他们更坏的人，也算是冥冥之中有报应吧，恶人自有恶人磨。
上一集呢就说到富察皇后去世了，乾隆皇帝也悲痛欲绝，为了纪念这位爱妻呢，他就下令朝廷官员一定要把富察皇后的葬礼办好办大办隆重。皇帝诏旨下发之后呢，朝廷有关部门那些大臣按部就班吧，还是非常认真的啊，走过场办事。葬礼上呢，你需要宣读以皇帝名义对外发布的册文啊，其中内容啊，等于就是有关刚刚去世的这富察皇后她品德呀、她的德行啊，就这些方面的一些赞颂文字。翰林院呢负责起草就这个册文了。乾隆皇帝拿这个册文之后非常认真，亲自审阅册文的内容啊，仔细看啊，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看。清朝中前期啊，绝大部分文件都是满汉双语的。乾隆皇帝呢在读满文册文的时候呢，发现一个错误，他就发现翰林院大臣啊，把黄笔就是死去的这个皇母这个词儿，错误的呢翻译成皇祖笔。本来这事儿说句话不严重，因为什么呢，满文册文啊基本谁都不会看，也没几个大臣能看得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乾隆帝勃然大怒，马上下旨把管理翰林院的那个刑部尚书阿克敦抓起来了。这还不算，判个什么罪呢，秋后处斩，斩立决，就写一个错字儿，斩立决了。而后呢他又指示，但凡与此事相关的翰林院所有那些中高级的官员给我一律罢官，别干了。这事儿一出呢，就使得满朝的一个大臣都感觉非常惶恐。就在一些大臣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时候，乾隆皇帝又挑刺儿了。他就看到富察皇后葬礼上啊准备使用这个金册，看到这个了吗，那金册是一种礼仪性的东西，大怒。他就认为这个金册、做得甚属粗陋，这活做得太粗了。于是呢就把负责打造金册的工部官员全部问罪。没多久，乾隆皇帝亲自视察那些葬礼的场地啊，就发现富察皇后葬礼上的祭桌擦得不够干净，没有像镜子，马上要下旨把负责此事的光禄寺官员啊全部问罪。所以呢通过富察皇后葬礼这件事儿，朝廷内外朝廷上下不少官员受到处分，这确实倒霉。倒霉归倒霉吧，上面说那些官员最重的处理不过就是秋后斩决，没准呢还能保命。那么随着乾隆皇帝这种悲愤心情越来越发酵，就是因为富察皇后去世这件事儿，两个清朝的一品二品大员被罢免官职了，甚至呢还掉了脑袋。就是因为这几个官员啊竟然在这个富察皇后国丧期间剃发。满洲旧习呢，清朝皇帝皇后死了之后，为了表示哀悼，做大臣的100天内啊百日之内不许剃发。到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呢，这种习俗说句实话基本上啊被那些满汉大臣忘都差不多了。即使乾隆皇帝的亲爹雍正皇帝逝世之后，也有不少大臣呢百日之内就剃发了。当时呢乾隆帝也没追究。我们想一想，清朝那发型本来就难看，如果前面你剃得光溜溜的，显得呢大脑门倍儿亮，还挺卫生的。如果前面头发不剃，三个月不剃，蓬头盖面，我们想一想，后面一大辫子，前面又是一板寸，怎么看怎么难看。我估计啊有几个大臣估计就回家之后那家人就催促，什么老婆呀、亲妈，你看这么难看呢，赶紧把头发剃了吧。上朝的时候乾隆皇帝眼睛还特尖，马上发现几个人剃头了，而且这几个人职务高啊，所以说呢他们这个下跪朝餐的时候他就跪在前排，看到这几个人脑门倍儿亮，乾隆帝又怒了。当时他就把剃头的这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建、湖广祖东赛楞额这两个人赐令自尽。而当时那湖南巡抚、湖北巡抚这两个巡抚，他们没有奏请呢赶到京城去叩谒皇后子宫，没上表，也被乾隆帝呢立刻下旨革职。其中最可惜的说句话就要数那个周学建啊。这个周学建啊，当然不是唱歌的周学建啊，这个是乾隆一朝啊治水专家，绝对的技术性人才。当时呢不仅那官员倒霉，老百姓当中在这个富察皇后国丧期间剃头的那个人也杀了俩，而且呢
这两人的罪名斩立决嘛，绑在那之后，后头写那个罪名还挺好玩的，百日内剃头犯，富祥得诛，斩立决。富察皇后去世了呢，不仅乾隆皇帝他大臣们倒霉，就连乾隆皇帝他自己的皇子有倒霉的。乾隆当时就认为，皇后死了，你们这些孩子的嫡母死了，你们个个啊都应该哭得死去活来，这才算是有孝心。而就在富察皇后的葬礼上呢，乾隆皇帝就发现了，当时呢他自己时年21岁的大阿哥永璜，还有年仅14岁的皇三子永璋，这两个孩子呢，哎，虽然说哭了，但是呢，泪水少，表现得不够哀痛，这就惹得乾隆帝又怒了，马上公开表示，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恪尽处甚多。至于那皇三子呢，乾隆帝就斥责他，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于是呢，乾隆帝就专门发旨，他那个诏旨上啊，说的还特严重，就说这两个王子，断不可承继大统，尔等如此不孝。我以父子之情不忍杀尔等，尔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也就是说呢，乾隆皇帝在这个诏旨当中已经表明了，日后朕升天之后，轮到谁继承皇位，也没有你们这两个不孝的这个儿子的份儿。现在呢，朕不杀你们，就是看在朕啊和你们两个人啊毕竟有父子之恩。实际上我们可以想一想，富察皇后呢毕竟不是那两个皇子的生母，你让这两个10来岁20来岁的这个年轻人在葬礼上还为了自己这个嫡母哭得死去活来，确实也是难为他们。由此可见呢，富察皇后的死就使得当时乾隆帝啊受到严重的精神刺激，所以说他的情绪和精神就近乎疯狂失控了。从另一方面讲呢，富察皇后她的崩逝也成为乾隆皇帝执政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恰恰呢，从这一年开始，乾隆皇帝从早年的那种宽仁宽容就开始变得什么呢？即刻严厉。从此开始之后，他对朝廷那些大臣绝对是鸡蛋里挑骨头，存心找茬，存心压制。这其中呢，还包括三朝元老张廷玉。张廷玉呢，受乾隆皇帝处理，还是和富察皇后葬礼有关。乾隆13年10月，这个翰林院为去世的富察皇后撰写祭文嘛，乾隆皇帝拿了个祭文，左看右看，汉语的啊，又挑刺儿，他就指着祭文当中“全台”这两个字儿，就说这词儿不够尊贵，你用于普通人还可以，岂可加之皇后之尊？皇后怎么能用这俩字儿呢？全台我们想就是九泉之下的意思，本来这意义还挺文雅委婉，乾隆皇帝呢吹毛求疵，就说你这词儿用的有问题。当时呢，张廷玉主管翰林院。所以呢，他就对这位三朝老臣处罚，什么处罚呢？罚俸1年，1年工资别要了。张廷玉这位老臣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当官已经47年了，这呀是他第一次受到处分，皇害之余，老头当时差点脑溢血就过去了。张廷玉他是安徽桐城人，他父亲张英呢是康熙朝的大学士，由此可见呢，他也是官宦世家出身。张廷玉在29岁的时候呢就中进士。然后就进入翰林院，没过几年，有才能啊，就被康熙皇帝认可了，命他入职南书房，等于呢，他就成为康熙皇帝的贴身秘书了。由此一来，从33岁到45岁，张廷玉呢一直给这个康熙皇帝做秘书。12年间，张廷玉的级别也从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这个检讨，一直升到了礼部侍郎。翰林院检讨是个官职啊，并不是说他在翰林院写检讨。当时这礼部侍郎是清朝从二品的高官了，等于他这12年就从一个副处长级别的这样一个调研员，一直升到了副部长级。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呢，更加信用张廷玉，马上呢把张廷玉提拔为礼部尚书，就变成正部长级别的。到雍正4年呢，雍正皇帝又晋升这个张廷玉啊，加他这个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雍正6年又让他兼任吏部尚书。雍正7年呢，这不成立军机处了吗？雍正帝呢又让张廷玉做首席的军机大臣。雍正5年5月，张廷玉当时请了半个月病假，病好之后，他入宫见皇帝嘛。雍正见到张廷玉，语重心长就对他说了：“朕呢前日向进士曰，朕连日必痛，汝等知之乎？”进士惊问故，朕曰：“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必痛而何？”雍正这一席话什么意思呢？他就对张廷玉讲了：“
阵前几天呢，就对太监说：“我这几天胳膊都疼，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太监问：“不知道啊，这缘故是什么呀？”然后陛下，朕就跟他们说了：“大学士张廷玉病了，朕呢视之为股肱之臣，他得病就相当于啊，我这个身体四肢啊就在疼。也正是因为雍正帝太器重这张廷玉了，因此呢，雍正帝去世的时候啊，去世之前就留下遗诏，什么呢？张廷玉获得了清代汉族官员从来没有获得过的一个殊荣。”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说日后张廷玉死了去世了，他的牌位可以供到太庙里，放在雍正皇帝牌位旁边。我们要知道清朝建国268年，张廷玉是唯一一个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大臣。在清朝呢，但凡能够供到太庙的清朝太庙的大臣，第一类呢就是皇帝啊他那些位高权重的至亲的至亲啊，特别的亲的亲属，而且做的官得非常高，进太庙。还有一类呢，就是对清朝的江山社稷做出过特别重大贡献的功臣。张廷玉呢，作为一个汉人，他也没有啊，在外面啊什么建过个大功啊、立过大业这样的功劳。他能够死后进入清朝太庙，和那些皇帝还有那些贵臣们一起大吃冷猪肉，啊，这个确实太罕见。清朝元年呢，这个新君继位嘛。作为三朝元老的张廷玉那个时候已经65了。张廷玉不仅是三朝元老，还是乾隆帝继位的时候那种左命勋臣。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雍正当年秘密建储嘛，事先写好了传位的密诏。雍正帝生前呢，这密诏的副本他只给张廷玉和鄂尔泰两个人看过。雍正帝暴崩之后，他身边那些太监也不知道这密诏的副本在哪儿。如果呢当时回那紫禁城那正大光明那块大匾那儿他我们去取，从圆明园到这个紫禁城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就当大家乱成一团的时候呢，还是这张廷玉不慌不忙啊，只是那些太监在雍正帝身边那小盒子里就找到了密诏的副本，就使得乾隆帝及时的顺利的继位。所以呢，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对张廷玉还非常敬重，和他说话的时候啊从来不直呼其名，总是称张廷玉为什么呢？先生或者爱卿。乾隆二年呢，乾隆皇帝又特意封张廷玉为伯爵，也就一开清代文臣封伯爵的这样的一个先例。作为三朝元老，张廷玉啊当官当了47年，在这47年当中可以说是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也没有受到过任何处分。这个人呢深知为官之道、为臣之道，而且他的能力确实超强。康熙43年，他开始入职南书房嘛，就给那个康熙帝当秘书。从那儿开始，张廷玉这个人就表现出他非同寻常的这样的才干。他不仅给那个康熙皇帝写文件、写诏书，而且呢，康熙帝这个人是经文大家，平时呢两个人一块讨论，这老皇帝说什么话啊，经史子集啊、历史典故啊，说什么，人家张廷玉马上就能接住这话茬。等于是还充当皇帝的文学顾问。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呢，性子急，有时候一天要发布十几道圣旨。每次雍正办公都采取什么呢？口述诏书内容的方式。那么根据张廷玉年谱，就他自己写的类似于日记这种记载呢，雍正帝口授大意，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己，稿就继承御览，每日不下10数次，皆称旨。我们都可以想见啊，雍正皇帝口授诏书大概的意思，边走或者坐那儿低头啊想一下说一下，哎，这个那个的吧，都是按照当时的思路直接抢出来的，实际上完全缺乏条理和逻辑。但人家这张廷玉确实有本事，贵服在当地啊，也就是几分钟之内啊就能把雍正的口语变成典雅的文言文呈上。如果我们大家看到过皇帝诏书的原文，你肯定就知道那些文字都非常文学化，非常有周密的逻辑，不能有任何错漏和歧义，而且呢还必须文采斐然，写得漂亮那词儿。因此呢，在雍正一朝，张廷玉呢13年如一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确实呢不是一般大臣可比。但是就是这样的张廷玉，到了乾隆朝，到了乾隆帝他的这个爱人富察皇后死之后，他也得罪了。为什么呢？除了他写错了那个词儿，这个全台那两个字，除此以外呢，他还有什么被这个乾隆帝又找出茬来的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清朝尚书拉洋车，
怀塔布这个人呢，是清朝两广总督瑞麟的儿子。瑞麟呢，这个人是个大人物啊，曾经做过这个大清的军机大臣、太子太保。作为瑞麟的儿子，怀塔布呢，进入清朝官场之后呢，混得也不错。而且呢，他姓叶赫那拉氏，得和慈禧太后啊是一个家族的。由此呢，慈禧太后肯定就把这位怀塔布当作这个自己娘家人，一直呢给他升官。怀塔布这个人呢，也是非常上道。事事啊都顺着慈禧太后，戊戌变法的时候呢，怀塔布啊就是当时变法坚决的反对派，坚决到什么地步呢？他就连当时的光绪皇帝他都敢直接硬顶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本来就是慈禧党羽的怀塔布，啊就更加的飞黄腾达。他那个官呢一度做到理藩院尚书，但好景不长，庚子国难，战火忽起，八国联军呢就打下了北京。进入北京之后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些洋人军队入城之后啊，在北京整整是抢了八天，又抢又杀又烧。而当时来不及逃跑的怀塔布呢，也就成了这些洋人的俘虏。那些洋人士兵啊，抓到这个清朝的大官也挺高兴，就让他给自己拉洋车。每次呢，那些外国士兵得意洋洋地坐在洋车之上，啊，用这个鞭子啊抽这个怀塔布，啊，让他拉车前行。怀塔布呢是个大胖子，从前又没干过什么活，因此每次拉车的时候都累得他气喘吁吁。坐在他身后洋车之上那些洋人士兵啊，看到他拉得慢，就拿起鞭子来啊，冲着这个怀塔布的后背就啪啪猛抽。而当时这怀塔布呢，就跟有受虐狂倾向那种人一样，还被这些人打了，还不停地回头呢笑脸相迎，用一口正宗的那京腔还哄杨大人。杨老爷您别打，横竖这路啊是我跑衙门跑熟的，包管您慢不了。